可以要可以不要你要去哪里？就是可以要可以不要你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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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要可以不要你要去哪
三点，弄了两局，哇，那个前面那个堵这边堵。等一下，我打这个先。哎，教官不要走了。叫一个很大个，一个三个人吃。啊！哎，这边就个人的，那叫一个三个人去了。我没有200块，没有啊，没有的叫。困难不？大哥，说你。啊。啊，人家伊人问我，我讲人有薪水，我无薪水。哈哈哈！有薪水吗？你也是有薪水，我有薪水，还给你红包。昨天啊，很讨厌的，就忘记谁，8:45去，就在这9点，我就来说，哎，要上上天哦，9:30没有动，我就觉得没去这样。第二的没有会，第一站叫人下去，第二没有。天哪，那不行。让你吃去啊嘛！啊，人家关店，你容易店里面。但九点那时候的。9:30关门，6点叫人家去了没有？对呀，要结账了呀。9:30关门，我们去9:30结账的，开玩笑。讨厌就不要吃了。前天只有差一餐而已，都早一点去吃。哦，那个什么什么老字号，什么的，那个楼下那个那边的。啊，好吃没？有。好吃没？先去差一家。哎，他们讲那个金龙啊，那个咖喱头啊。金龙旁边的，巨大。不是金龙，它只是哦，对，比赛比较大。哦。它连隔壁都拿了。哦。过大了。叫大金牛，会不会在楼下？过大。哦，对啊，那个没有啊，不可以放在楼下，以前它在楼下吗？它不可能再重开吧？等下用你说那是旁边吗？我还是一样的，楼下谁会去？那个你的他的 Burger King 呢？阿妈你早上店讲 Burger King 在那边。下面，现在改为下面了。是没。改为那个什么，还一对啊，一个还一对关掉了。啊，我下面还一对。关掉了。点滴钱，啊，关掉了。关掉喽。还好对。关掉了。啊，那边他们说要拿回来这个。是没。生意不好，那是还得啊。啊，去了，还得干嘛？哇，今天。其实我觉得奇怪，去吃了。没有啦，听说他在讲有一个省，有一个喵喵叫他在等，我记得有。对对，很多气场都很多炸的。很多气场，等我去吃，看这还得订嘛？就我觉得，哎呀，那里面啊。那楼上那个有开一个什么新的台湾店？楼上，好比较，啊，好比较。有卤肉饭啊，6块多7块。好吃吗？对，我们那个。开了没有？对，我们那个什么？现在已经关3天了。还有多少？关了日本餐的，对，我们日本也关了。还有一个关了日本餐，那边的面包关了，全部一。那个羊肉羹，三个一起。以前没有4个，然后面包也是没有了。没有，有隔壁的是那个日本餐，三个都一起。那个弄豆腐，隔壁啊，没有。没有，看到他们讲。喂，哎，儿童照啊，起价全部没有了。啊，人又起什么饭跟我讲，起2毛。现在要赚钱了，哎，现在要赚钱是赚钱。没有看到那水腿，没有，他想要很多很多3块。哦。哇，难打起来 ，Oh my god。一个五个星哎，六个星，我在那边看到有人进去了，打爽了耶！哇，那我都没有没干的鸡，鸡
真的、啊，真的、啊、打不下了，来浪费了。比较少，九个可以啊。我很少 energy。啥 energy？ 为什么有些最 bad 的？哦，对哦。你们有没有？有些有，一些没有。什么？哎呀，你不配，你跟他讲可以 remote pass 便宜一点吗？不要零零吗？我那改天还要贵耶 ，remote pass 还要零零多。我说没有，没有错了，你这零错。我的没有。啊，只是一个他嘞。跟他讲 no， 跟他讲 no 就对。统一选在上方的那些。他讲 no 啊，他跟我起价，我还要讲他。甩力甩力。他讲 no， 他要起价还要厘米，改天那个 blue pass 不可以啊，一天只可以打六次。啊？对呀、啊、，after the season， 每个队都在 on fire 在那边讲。这个文中这样的，一天只打六个，嗯，里面，然后他还要起价，一个150块，那边150。没有做好像。啊，那上每个人在讲他。那个不给搬家。啊，下面呢？下面就是要那传统的那豆腐，自己选的。我要，好像楼上这样。哎，他们老这样，很乱了。第一间呢？不知道卖什么骨头啊？啊，骨头！啊，卖什么叫骨头？第一家在卖那个全部猪烂猪烂，啊，好像买印度的那猪烂啊，是吧？很好吃。嗯，咸咸 ，no。哎，你每次拜生日吃牛肉？啊，火鸡。啊，你可以做那边打吗？两个啊，两个。我今天下午才去上面吃的。不是，那个台湾的好吃啊，你们吃过了？咸的。我是 try 那个鸡块的 ，OK 啦 ，OK 啦。只是它的饭软软，你不是软软饭，你敢买喜欢的？软饭。有花生味的。花生味。不是老师，我们讲要先去找吗？当天拜二去看，拜三都还好，拜三去看他，星期六、星期三跟我朋友弄他，我星期二我有外，我朋友就打电话过来，我公司里电脑的吗？然后我就等他，没收班，我一点电话给我，很多忙，我早上就跑去看他什么时候上电脑嘞，我以为不能做，我还太快嘛。然后他就跟我喂，可以做，他老公想可以做。然后他说，他们可以做，我就看了，他讲可以，我就拿，回家去拿我的电脑，冲下去，然后他就说，哎，你电脑没有事啊，要坏啊。我说我发一只还看不到吗？他说你应该该查那东西，不能修理啊。他就讲，就跟我跟你讲，哎。我们可以改进，先看看手机。